第32题，冰岛有11%的土地面积被冰川所覆盖。力宏走在地面时震动了一下，于是小明拿出了装了水的连通管放在地上，发现水面如右图所示。试问此时地面上的水平状况如何？这题出得有点奇怪。我们的第一个看法是看到这个图，我们就发现呢，比较低的地方呢就是比较深的、比较多的地方。那么所以呢，我们左边呢比较低，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水面目前长得这个样子，可是它应该要成一个水平面，所以呢，它应该是要左边要往下往低，这样它才会是个水平面。所以我们发现左边比较低，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试问此时地面的水平状况如何？我们答案选的是 A，左边比较低。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题出的有点怪呢？因为我们应该在实际上站在地上是看不到这样一个歪歪斜斜的水面的，我们看到的一定是一个水平面，所以我们觉得这题出的是有点奇怪。但是呢，出题老师觉得这没有问题，我们答案还是选的是 A，左边比较低。